刘新正刘局长，还有一位是高雄地方局处长杨正明杨处长。好，那我们各位嘉宾，那我们开始慢慢享用我们经济部所提供的国宴级的午餐，谢谢。贵姓大名？我姓江，什么单位？我马来西亚。 两部会回定，江文洲。好，那个在做专访啊，录影中还有什么要交代的？没有。电话大哥大。来马来西亚。好，这边秘书处稍微报告一下。昨天的照片53，录影带53都已经上去了哈。那原因。最下两档你们自己找一下。30分到临近天带主任经济部南区人员服务中心。那我们可能会延后15分钟，15分钟。 那但是呢？他有没有加工区的？不便清楚，上情谢谢。那我们各位一位嘉宾。